名，之后又主演了多部热门影视剧。他以不俗的演艺天赋和清丽脱俗的形象打动了观众，并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肯定。之后在2012年上映的《后宫甄嬛传》中，使得她的名气达到了顶峰，成为了中国最炙手可热的女明星之一。另外，孙俪还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邓超与孙俪于2010年领证结婚，他们是娱乐圈中的模范夫妻，两人婚后一直很甜，现已过了七年之痒，进入了第八年，两人婚后还育有一儿一女等等与小花，刚好组成了一个好字。近日孙俪的工作室在微博晒出一组孙俪出席活动的现场照，当天孙俪身着修身黑色毛衣，高腰裁剪西装短裤，短发造型的她大气又不失温柔，干练中又带点小性感，一双纤细美腿格外强劲，近照的她状态非常好，简单干练大气，网友也纷纷留言称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，孙老师最近状态真的爆好，太好看了。